We wish everyone happy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Chinese New Year. Okay, I will going to continue this one in Mandarin. Okay, yeah. Okay, so maybe this one is your first edition. Okay, 正所谓先捞先中头奖，后面捞就中安慰奖。 So 你们今天可能是第一次捞，第一次捞就拿头奖哦，后面的捞可能就拿安慰奖了。哦，说你们先拿那个头彩，所以叫先头彩。OK， without further ado， OK。 首先我们有三文鱼哦，大家都知道三文鱼代表年年有余。来，我每讲一句好话，你们要收到，这样才有那个气氛在。OK， 好来，年年有余。来，还有接下来哦，代表大吉大利的金吉，大吉大利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五香粉、胡椒粉。 代表一本万利，鸿运当头，收到。好 ，OK。OK，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花生油。OK， 花生油祝大家年年行好运，大吉又大利啊！收到。OK。 好，接下来代表甜甜蜜蜜的酸梅酱，祝大家的爱情甜甜蜜蜜。OK， 甜甜蜜蜜。好。OK， 当然哦，也少不了代表金玉满堂、黄金满满的 Sesame。OK， 最后一次很重要哦。OK， 我祝大家数钱数不完。 数不完的幸福，数不完的幸运，数不完的财富。好 ，box 一下，来，收到。OK， 来，大家准备有没有装备 ？OK， 来，大家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先捞先发。啊，一二三，恭喜恭喜，大吉大利。 好臭啊！好臭啊！你好，你好。